Hello，宝宝们，你们好呀。前几天呢，我分享了水光针 NCTF135HA Plus，那有很多宝宝呢不是很了解它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NCTF135HA Plus 是什么。NCTF 注射剂呢，拥有激发细胞重生的力量，是由法国费洛嘉实验室研发的，并在1988年呢获得了专利。而全新配方的 NCTF135HA Plus 呢，是由费洛嘉实验室经过长期研究所获得的成果，由水光针中的爱马仕制成。NCTF135HA Plus 注射剂呢，含有12种维生素、23种氨基酸、6种辅酶、5种核苷酸、6种矿物质和2种抗氧化成分。12种维生素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生成，抗坏血酸、生物素、泛酸钙、叶酸、纤维醇、烟酰胺、比多醇、核黄素、硫胺、生育酚、视黄醇、维生素 B12，23种氨基酸能够阻止活性氧的生成，丙氨酸、精氨酸、天门冬酰胺、天门冬氨酸、胱氨酸、谷氨酰胺、谷氨酸、甘氨酸、组氨酸、羟脯氨酸、异亮氨酸、亮氨酸、赖氨酸、蛋氨酸、鸟氨酸、苯丙氨酸、脯氨酸、丝氨酸、牛磺酸、苏氨酸、色氨酸、酪氨酸、酰氨酸。6种辅酶是每剂的根本，促进弹力蛋白和胶原蛋白的生成，TPP、COA、FAD、NAD、NADP、UTP。5种核苷酸可以提高新陈代谢，保湿，去除活性氧，脱氧腺苷酸、脱氧胞苷、脱氧鸟苷、脱氧胸苷、甲基胞嘧啶。6种矿物质可以补充皮肤不足的矿物质。氯化钙、氯化钾、硫酸镁、醋酸钠、氯化钠、硫酸二氢钠。2种抗氧化成分可以提高皮肤纤维的生化反应，抗坏血酸、谷胱甘肽。不是所有的水光针都用 NCTF135HA Plus，也有很多的医院呢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玻尿酸。如果宝宝们想要打 NCTF135HA Plus 的话呢，一定要在打之前问一下医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